10月21号到10月27号属兔、属虎、属龙的，到底夫妻感情好不好呢？是不是爱情运能够顺利呢？借由这个扑克牌占卜告诉我们，是二的黑梅花代表什么呢？其实夫妻感情确实有一点口舌争执、争吵，而且爱人之间会有不必要的争吵，应该多加避免。